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。这一期给大家带来鸣人的技能招数演示。先看一下平 A 的连击效果，再来我们看一下上段的轻攻击效果。下段的轻攻击连击，重攻击连击的效果。回野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的，轻攻击、蓄力攻击、中段，然后看一下上段的轻攻击、蓄力攻击。下段的蓄力轻攻击、重攻击的蓄力攻击、投技、跳跃重攻击、跳跃轻攻击的连击效果。现在咱们来欣赏一下鸣人的三个技能和一个觉醒技，看一下第一个技能，招牌技能搓丸子啊。再看一下第二技能啊，尾兽玉螺旋手里剑，这个技能在空中也是可以释放的。这是三技能，这是打连击时必备的一个技能，三技能。非常舒服的一个连击。最后咱们来欣赏一下鸣人的觉醒技能。好的，咱们这一期的人物技能演示也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